六 D。三六啊，这很，这伤害很高。哇！掉气滴。哇，无亲无故，血来何用？暗夜才是密探的主场，你是最好的防守。最后还是拿了天赋一柄。主点。你现在去哪里哦？要去哪里哦？
人叫郑云奇。给我一个目标，还你一片寂静。你跟那袁咏仪不如这样。暴力。没牌怎么转？哇！哇，这宫本是什么宫本？还能有结伴进阶，哇，三星老夫子，这个人养射手，这人玩什么射手吗？射手，哇，这个扶狼旗下很猛啊，隐刃，要拿装备给阿离，哇，感觉我可以转了耶。
哇，这血手够猛啊！把我们的伤害已经起来了，羁绊进阶。理性不死就可以。快节奏，兄弟们。完了，打谁啊？哇，怎么开始卡了？能不能进阶长安？OK。哇，这一龙是怎么打哦？Thank you.
嗯？计算进阶，进阶射手其实不怎么好用。进阶射手不怎么好用。可以，吃鸡了，兄弟们！扶桑法，哎哎哎！哇，阿狸怎么被秒？哎，阿狸怎么被秒？这浮城法有点难打，哇，他有帽子，遇到两把，心态要崩了。哇，这法师伤害太高了，这球没有穿透，可能打不过。收不到牌，兄弟。
我有没有人能把那个小猫抬走？A lot, quite a lot of places. Here, here, and there. I'm now going to charge my phone. Wow, 了，遇到小猫了。唉，遇到小猫可能打不过了。哎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加油，加油！安心，安心。哦，可以，兄弟们，小猫被我们抬走了。哇，兄弟们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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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小猫被抬了，哇，他五个三星啊，他没有精英的，他没有抬人口，有机会来破晓吧，兄弟，来破晓就能赢。还有阿狸，哇，拜托。阿狸，哦，来了，应该打得过，这打不过也没办法。而且我们七长城的越战越强，谁在打阿狸？吃鸡了，可以，兄弟们，吃鸡了。希望是上荣耀了吧。不用了，哎，那我那，你这样打着就好。如果你先回来，吃地了，吃地了，兄弟们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看那几半吧，我两个红叶的，三星阿狸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